什么是灵？高沙族的灵是什么？那中华民国的灵是什么？最近不是咱的学生还是囡仔有读册，有的特别毕业，还是有的修业，要准备放暑假。那这一段的时间，学生有两种的心情。头一个是，到底我要继续读册，还是升学？要不要继续升学？像国中、高中、大学毕业的。第二种的心情说：“哦，放假了，哇，欢喜个啊，不必整天看到老师的面，看见老师的那种的严肃。所以这种心情呢，有时候会影响。那他们有时候会回顾他们那一个学期的成绩，所以到底为什么没有进步？”我已经花下那么多的时间准备考试，是安那无进步，是退步。那有时候一不小心，哇！我粗心大意，所以我的分数本来是78分，结果说哎，粗心大意可能才考60。我一个小女孩说：“爸爸，我粗心大意了，本来是97分，现在95分，95分嘛是袂歹啦。那现在就是我们想到，假若我们自己的路线混淆到我们 对不起，混淆到我们自己不清楚的方向，一定会回到零分的一个问题。那什么是灵 我用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混淆，第二个是我们来看清中华民国的真面目，第三个是非得要终止流亡政权，中华民国，这样我们才可以突破这个灵。那这一些呢，都因为大家的参与，到今仔日，看到台湾民政府法理论述，那到底咱的了解到什么程度？那到底到什么程度？对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了解，我2年半前 我是第六届的，因为我是牧师嘛，哈，教会较无闲，那全台湾行透透，特别三届，拄啊三届老师吼，那跑3圈的台湾呢，才发现说，哦，高沙族真的不容易解释说明，嘛是袂当了解，到底台湾民政府是不是真的？阿是天方夜谭。中华民国，你怎么会推翻？你怎么会打倒？哇，他们用打倒、推翻，然后破坏来形容我们台湾民政府。那我就反问说，为什么不要去思考，是流亡政权这个中华民国破坏我们台湾人，破坏我们高沙族？来混乱我们高沙族，混淆我们台湾人民，本土台湾人，为什么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哎，马西蒂哦，这样，所以在讨论的时候就发现说，原来都搞混了，所以还是零，因为路线、法源、论述不曾听过，所以以为用自己的想法看见台湾民政府的立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原来都是混淆。那这些混淆呢，当然环境的问题，我们活在不同的环境，特别是高沙族，在30、40年前，高沙族的少年人、青年人到都市，为着
教育，还是为着生活，伫遐打拼。哦，看到高沙族，唔是高沙族呢，做反省反省，哇，烦呐烦呐，我一听到说烦呐的时候，哇，气个！我四十多年前跑到大湖苗栗大湖去读书的时候，讲中文花顾华语又不标准，然后又 不是说不喜欢跟平地人讲话，那没要讲啊！真的，在四十多年前国小毕业的时候，我中文还是不会讲，没要讲呢。可能你们不相信呢，因为我已经四十多年训练到现在，那中文还是听到高沙族的声音嘛，哈，那个 Q 嘛是游玩地带嘛，嘛不要紧。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冲击我过去的背景，然后来到客家，来带我学讲英语，有冇？哇，排斥哦。我到了大湖中学在那边读书的时候，因为好像眼睛不大好，我就坐在前面，左右后面都是女同学，所以我坐在旁边的时候，那个女同学卡高希德位啦，然后我要移到过去的时候，另外女同学说卡高希德位啦，亲对脑啊，哇，说过去一点，我到这边的时候，这边的女同学说过去一点，哎，到底干什么这些平地人？然后继续讲说，好啊，你们继续讲，我就杀你们！哇，哇，恐怖！哇，烦嘞，烦嘞，真紧嘞！后来还好，那个是一种气得要命的，因为这样好像被欺负啊。那实际上我也没有带翻刀啊，那只不过是一个 kigavesi 啊。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因为这个名称呢，混淆自己的身份，混淆自己认同的族群的名字，所以说回家的时候，咦，跟客家人生活在一起，然后回到山上，回到山上几乎都不会讲中文，也不会讲中文，都是用我们打样的话。我讲几句话看看，啊，那马基叫代购个。白话嘞，你挖一个了，你谁好个？你挖一个了吗？你看，跳舞不？当然跳舞，不是你的话语。所以像我们有几个百万的，哇，百万造造，讲百万的话嘛是跳舞。所以台湾是族群的社会，多元化族群的社会，是可以彼此欣赏。那为什么会彼此刺激冲击？有一个平地的牧师讲说，不了解会当会产生，会产生误解，你不互相了解会产生误解，那是产生这个误解，误解特别羞怕啊，产生彼此的误解，有时候会彼此的争斗，所以一直到新竹到台北读书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无同款，有客家，有讲台语的哦，然后有很多的族群，又看到原来高沙族有那么多的族群，那时候听到是九个族群。那实际上是现在目前有14个族群，有43个方言，记旧哦，北部族还没算呢，那个高沙族是14种的维吾，43个方言，那这个腔调的方言社群都不一样，所以语言的一些的腔调和意义也不一样。像侯洛威
台北啊腔，还是台南啊腔，哇，这个是下港的，吼、哦，啊，这个是北部，下港伊嘛腔样啊，吼、哦，美浓的讲吸烟的，苗栗的讲吸烟啊，还竹东啊讲海陆啊，这些的方言腔调不一样，但是可以彼此来分享，来彼此享受。但是因为咱的中华民国流亡这个混淆的环境生活下，当然我们也会产生对对方的混淆，对方对我们的混淆的看法，所以有难免有这个冲突嘛，对不对？会有冲突。那怎么去改变，然后怎么去化解，本来都有机会。还好我们来到民政府这个地方，来台湾民政府可以慢慢渐渐了解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愿望，这都是创造台湾新历史的契机，这是很好的一个契机。那有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五郎说，我昨天到了一个泰雅族的部落，他们上过高级班还有初级班，他们跟我讲，牧师啊，我听拢无，听拢无呢，拢台语啊，好啰喂，那我们只好在那边打瞌睡。哦，老师嘛，祖先嘛是讲台语好啰喂啊，结果我们高沙族的忍耐呢，忍耐三天呢，但是他的孩子说，妈妈，你听得懂听有无好啰喂？有啊，有一句，你是什么人啊？吼吼，那个孩子说，哈，三天只有听得懂一句话，说你是什么人，哇，那么美坏了。不过我还跟他们做一些的补充教育，然后跟他们在一起在上课，然后问东问西，然后才慢慢的进入前上个礼拜的上上礼拜的高级班的训练的一些的内容。所以高沙族吼，无简单呢。伫恁的社会嘛是有吞论的所在呢。同款，你嘛到山顶嘛是，哇，高沙族嘛袂歹哦，跳舞唱歌嘛袂歹哦，哇，那是很高兴。像昨天晚上从台北来的将近30几位的少年郎到我的教会。所以我差不多1点才睡觉，因为招呼他们。哇，山顶未歹，空气遐尼水，较清气。伫台北啊，哇，38度、37度，连冷气也无够。这个冷气太多了，也是感冒啊。山顶较快活，是不是快活？所以欢迎来到山顶，安尼好不？哦，那我们今天回到我们自己，为什么会产生混淆？哦，这个怎么会有这样？好，有时候。因为不同外来的统治跟我们不同的教育，那到底今天台湾有什么？ 有的说绝症了，已经得到癌症了。为什么多的癌症？因为族群文化的一些混淆，然后会感觉说，我也是台湾人啊， 你是什么人？台湾人。那我们秘书长常常问啊，那爱证明你是台湾人，有啥物证明会当证明？看到迄个身份证，唔是台湾人的身份证啊，
不是台湾人的身份证呢？我们拿出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是我们是台湾人？所以秘书长都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教育。那有没有发现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背面有斜斜看看背面右上角，假如说零零的话，不是台湾人，零零或是零零零三个零都是中国人，所谓的外省人，所以已经给我们奴隶的暗号。所以他们中国人到荣民医院，我们秘书长喜欢讲说难民医院，本来就是难民啊，只不过因为他们执政了，把好后康弄西阴了，所以拿那么多的药，他们也在所不惜，然后把这个药又卖到中国，够叹气，哇，够叹够裂。好，那有时候我们会自己进入到这种不归路的，因为产生混淆的问题。例如我们台湾民政府看见在美国跟中华民国的台湾关系法里面写，他不是写 the people of Taiwan， 他用 the people on Taiwan， 那整体的台湾中国人还有本土台湾人都放在一起，那个叫做 on。 所以假如我们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不知道到底 on 跟 off 有什么差别，反正都是台湾人嘛，也是中国人嘛，也是台湾人。这个你要问告沙主，你是不是中国人？我才不是哦。结果以前都是说凡人、山地人，所以说山地人有什么不好？结果山地人还有山地三胞、平地三胞，然后进入到要去认识这个山地三胞，哇，我三胞，你四胞嘛？所以他们会说：“哎，奇怪，还有三胞、四胞、五胞。”所以那个名字又混淆啊。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又马上换说，哦，平地三胞，还有山地三胞，还有平地原住民，还有山地原住民。然后最后为什么现在很多高沙族不喜欢用这个 高沙族这个名称？好，我从前面好了，我们看看。因为有一些在整个的生活里面呢，谈到高沙族，那有一些认为高沙族在中国中华民国来讲说高山人、高山族。其实中国就是用文字游戏这边跳开里面的意义。所以为什么说有人说高沙族跟高山族不是一样吗？高沙族跟高山高什么怎么讲？高山高沙高沙高沙那到底有什么不同，还是有什么同款？其实中国人喜欢文字游戏，反正这个山上就是你们原来的山地人这样。那沙呢，是那个是日本人给你们歧视的。那实际上在1923年日本天皇的太子他来到台湾，来看见整个高沙族，那时候他们称晚境番人。结果他一看啊，这个怎么可以被称为晚境？晚境是没有穿衣服、文化不好的低劣的人。啊，那边手拿的是干嘛？这个不对。
这个有哪日个那的上，所以马上就换达喀沙国，所以用达喀沙国来形容高沙族，是因为跳舞啦、唱歌拢活泼，像阿弥是捧茶来，哎呦捧茶来，哟嘿哟嘿嗨呀。呀嘿呀嘿哇，那这个太子一听到说，咦，没卖哦，那百万怎么唱歌？有几个百万唱一下啊？要不要唱一下？我们才不会打瞌睡了。来，副主席跟你们一起唱百万的来。哎，那我，啊，就我啊啊，啊，你好跳不？哇！所以太子一看，一听到说啊，そうですか，きれいですね，着水哦，遐尼美丽的高沙族，所以开始称为达喀沙国。那原山地人，然后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然后最后说原住民。本来有的人说阿湾族民，买了，另是先住民了，你们先到台湾先住民了。另在先住民是什么？先住民已经死去，怎么可以？什么把我们这个真正的高沙族先住民？安尼平，哇！你看又在争论这个名称。那原住民说，因为是从英文翻出来，本来也是说土著民族，然后说啊，原来住在这边，安尼较好听了哈。为了这个名称呢，争了十一二年，那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才改为原住民。那我们也是去抗议的呢。那抗议。到那个台北市去抗议的时候，哇，镇暴警察马上一杯一看，哇，怎么都是达喀沙国呢？哇，开心令的时候，结果镇暴警察一排前面都是高沙族，这个中华民国干什么？然后故意用高沙族的镇暴警察来冲撞，来挡住我们。那么的高沙族，结果有几个高沙族的镇暴警察说：“哎，我要到后面，你看我的牧师在前面呢，我还没说的头前啊，来拍摄噶。”所以他们跑到那边，真的有看到呢。我嘛有看到，我家己也亲临了。结果我们回家的时候，底下笑笑啊，我要跟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的工作，谁叫你当镇暴警察？后来。连这样的名称，那在像纽西兰，他们不会讲说原住民毛利族；加拿大他们也不会说原住民加拿大六个国族。六个国族是翻译出来 Six Nation People， 这个 people 是族群。那我去美国看他们印第安的时候，他也不会说印第安。我们是哪一组的？直接讲族民。那难道说，哎，这个是印第安原住民什么族吗？像你等的名啊！所以只有中华民国说原住民。那秘书长有讲过啊，我们为了这个高沙族跟原住民在那边谈论的时候，好啊，小看麦，北部族嘛是原住民啊。对不对？后摆五十年，还是一百年了后，北部族是，我嘛是原住民。那以后原住民拢同款，台湾拢是原住民。那真正的原住民那个语言，不知道消失到哪里。这个就是中华民国的厉害，就是在玩文字游戏。所以秘书长说：“达喀沙国，你只要。”
到哪里打嘎擦过，不会被消灭。就好像毛利族，你一听到毛利族就是纽西兰，一听到打嘎擦过，台湾的勾杀中很清楚。哦，安尼哇，好，接受这个名。亲像我的太太，我的牵手是对西雷。哦，我们40多年前谈恋爱的时候不得了啊！哦，我的爱人的爸爸妈妈看到说，上帝人哦，你要嫁给上帝人了，上帝人会抬你头呢。哇！结果我们在。我爸爸跟我讲说不要勉强了，你就跟那个同学说、不要好了，你不要那么辛苦来到山上，到山顶要吃鱼头地瓜南瓜，那有吧，有啦，山地啦，有啦，那你会吃飞鼠吗？所以哇，跟妈妈这边争斗，后来最后就妈妈说后了后了，既然你们真的爱到令家己会迁都，你们自己去打拼。所以今嘛，我的太太嘛是牧师。所以有一次，我跟我太太谈这个文字的问题，奇怪，你们荷兰人还是中国人教你们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们没有这样的文化，结果我太太说不是啦，这个是只不过是形容，那形容也不能到什么鸡变成狗，我们人变成狗，变成狗啊。但是为什么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是看不起那个人，是不是？这是中国人的意思。那你们可能习惯了哈，嫁鸡随鸡，嫁狗。大家怎么说？嫁鸡随鸡。哦，真的有对高照吗？所以我就跟他辩论，这个就是中国人欺负我们真正台湾人。所以这个词句以后不要讲了，你们现在不会讲了嘛，对不对？特别少年人就不需要这些话，不是我们的文化了，不是我们的文化了，所以这给我们搞混到我们以为是真正的，所以造成我们整个的混淆。不过还好，有的人虽然说啊，台湾人，有的人说台湾人，我是台湾人，我没插政治，因为政治太黑暗了。所以有的人说，我虽然台湾人，但是我不管政治。啊，一般都是这样嘛，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说，我是台湾人，我的政府是中华民国。然后从小他就是养育我，甚至出国留学，这都是政府给我们的很好的待遇。北对大学生，刚才无安尼想。高沙族的迄个少年人，大学生，大部分是安尼。我们为什么要推翻我们的政府？我们为什么要不听我们的政府？政府是咱的政府啊，就像咱的北部啊，怎么可以推翻我们的北部啊？哇，形容到这个程度啊！口干哦，被中华民国毒死了，那个观念还是没有办法改。不过现在已经慢慢的知道说，嘿，都是父母亲这样那么热心，然后栽培儿女啊，好的就会继续留学，那好的也会在台湾呢、啊，不是说好的全部都留学啊，对不对？就像秘书长。有听到不？秘书，咱的秘书长是，他是建国的呢。有一个人，考数学，
数学吼，数学37分，伊个名叫做啥物？马英九。然后到了台湾大学，大学毕业没有考上律师，伊个名叫做啥物？马英九。这是秘书长叫做，不是我，我是重复而已啊。然后到哈佛大学，整个都考上律师，有一个人无考到律师，美国律师，伊个名叫做什么？你看，第三流的人竟然来统治我们第一流的台湾人，安尼不行，所以台湾民政府才起来，安尼好唔好？这就是我们的台湾民政府，所以这样去思考，我们秘书长真的是不简单的一个人物。虽然那么多的批判他、批评他、侮辱他，我们这一次我也是17个人当中的一个去美国，4月21号、4月25号，这个华福事件，那。他们竟然这个林德兴呢、啊，所谓的原来本来在驻纽约大使，竟然在我们20个人的面前侮辱秘书长夫人，哇！我听到真的，怎么有这样的代表？不像一个大使、啊，你不管恨谁，恨到。不是爱你入骨，恨到底，但是你不能在众人面前连礼貌都不礼貌，直接侮辱秘书长夫人，所以我觉得很心痛。所以那时候华福事件，秘书长说我们虽然失败，但是9月8号那是我们一个最好的契机，所以我们4个人提前回来，因为我们不认同叛变者的论述，本来是我们的论述是美国军事政府底下的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架构下的成立台湾政府，这个是过程，这是过程，等到成熟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成立台湾政府，但是叛变者没有把美军政府还有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下，这个都没说，直接上去说台湾政府先烈、哦、他们讲的过程都差不多，那个不是问题，最大的5个问题我自己去分析。第一个，台湾民政府的那个名是怎么拿掉，那个 civil 为什么拿掉，都没说，没有讲原因。你们有没有看他们的还原真相？好，假如有人看的话，这些他们无做说明，是安怎？唔敢说明。然后日本的国旗放伫内底，我们已经看见日本国旗在讲台上面，然后王峰卓就拿掉，然后交给蔡明法。那秘书长就告诉蔡明法说，为什么不要放日本国旗？蔡明法说，我没记得了，说谎、啊、秘书长跟他说，你说谎，日本国旗是在你的腋下。哇，蔡明法吓一跳，原来 CIA 已经照到了。所以我刚刚进到那个会场的时候啊，我第二个进去的样子，我先看，诶，可能搞不好 CIA 美国情报局已经放了，这样我个人自己的想法。果然不错，果然不错，早就已经弄了，不然的话那个 相片怎么会 被照到。因为之后呢，弄不没有美国人，也没有美国记者，是怎么会有那个相片？所以很早 CIA 早就已经定好这个
监视器。所以那一些原因因不共都没有讲原因，然后为什么拿掉日本国旗也不讲原因，因为拿掉日本国旗标示这里不是日苏美战，所以叛变者他们那一方叛变者他们说美苏美战，那最后他们就进入到中华民国体制框框里面了。所以他们这样的计划，我就想到说啊，嘎仔哦，早还好早一点暴露出来，不要等到执政的时候曝光的话啊，那更危险了，枪毙就枪毙了，那个没有话讲了，你叛变就枪毙就枪毙，因为军政法，所以还好早一点发生。所以我们不去认同这样的论述，所以我们就提早四个人我们提早回来。近前他们形容我什么，我那个高沙族的主席是中国间谍，哈哈哈哈，高沙族有那个中国间谍，哇，很好笑。所以他就是要我们去混淆这一些整个的立场，这就是中华民国。所以有的人说，哎，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那这样的事情，因为我的祖先对中国来，那是不是真的整个祖先没有唐公什么唐三公还是唐三马，好另灾了哈。好，所以他们就说好啊，这个都是我两个都是台湾中国人。那第四种不同的人说，哦，我是台湾人，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可以用酸固来赢回政权。三四年前，阮牧师嘛是替迄个郑国忠牧师选迄个省议员的时候，也去选这个立法委员，因为郑国忠牧师嘛，阮有一有几耐牧师底下嘛是底下跳舞啊，安尼帮展音啊，所以主持人说安尼。让台湾人来团结，安尼好唔好？好啊！哇，拍手的密密麻麻。然后我们一定会胜过中华民国，我们全部都帮助这个民进党，安尼好唔好？好啊！哇，高兴的要命。有无？嘛是无。你在中华民国体制里面改变 你的那个老大的体制，这样不可能。唯一就是真正的新的我们台湾民政府背后的国际法，背后的战争法，后面美国日本在那里支持，加这个才是无误帮。另在美国美国独立的时候，跟英国差点要作战的时候，谁帮助美国才可以独立？法国。所以，咱有遐尼好的机会，我们那么好的一个机会，你自己建立，你自己独立，或是你自己建构你自己的生活化，很不容易。一定要有几个朋友，最先给你撑，帮助你。你才有机会，除非你有很大的后盾。所以这些东西说啊，我们有一天一定会赢回我们的政权，所以大家都高兴。那今天民进党也是一样，好，用公投来让人民都说，哎，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政权。但是美国秘书长常常讲说，美国人就底下定头，还是底下摇头，说奇怪，你们台湾人为什么美国不赞同公投？不赞同公投是因为里面台湾人有中国人，有逃难的人，有不同的人，还有本土台湾人，你们
混淆在一起，然后来决定台湾，决定台湾的土地。这样有合理吗？这样有合理吗？亲像有一个逃亡的人逃到你的家，救命哦，来帮救因，结果逃难的人就真的你帮助他，结果到了五六十年他变成老大了，然后可以决定你的土地，来决定你是老板，最后他也跟你一样决定你的房子土地权。这样有合理合理吗？当然不合理啊，当然逃难的人怎么会跟你一起来决定你的土地权？请求我们原住民高沙族为什么说保留地？保留地意思就是不是我们的土地，是中华民国认定自己说中华民国的土地。所以你那假如你超过九年没有去承租的话，要归还给中华民国。我一看这样啊，这个我们民政府就轻而易举了。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高沙族的传统领域土地都归还给我们高沙族，这样好不好？好不好？哦，高沙族加油，不要卖土地了。所以像这种的真的是让我们看见说今天就混淆在中华民国的体制下。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民政府，实际上是给我们法源的一个价值，来认识我们活在国际的地位里面，好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我们大家一起讲，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这个才是台湾民政府最终的目标。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除了要创造这样的历史，我们就要参与这个历史，来参与台湾的真正国际地位的正常化的使命。这样好不好？哇，这样不简单哦，多谢多谢，特别少年人，哇，你们年轻人越来越比前面的更有看见，因为你们可以用 Facebook、去邀请你们这几天所认识的内容呢，写在你们的 Facebook 里面哦。后面少年人也是同样的哦，你们用 FB 哦，也可以说 FBI 了哦， FB， 然后就邀请你们的朋友，把你们所知道的台湾民政府法源论述放进去，大家讨论讨论，好人怎样让来台湾民政府。所以这样的事情，我就想到一处圣经的话说，上帝啊，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因为他必应许赐平安给他的百姓，就是他的圣民。这个百姓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我们台湾人民。慈爱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实践在我们台湾民政府。因为偏狼还是乱来破坏贪污，这个都要秘书长说什么啪，哇，鞭刑啊，那就更厉害，就不得了。那个鞭刑用机器呢，不是用人呢，人有感情呢，这样啊，你拍谁个机器是没有感情的。所以像这样的事情，难怪最近的新闻混淆到什么程度，用台湾人民的钱花掉我们台湾的钞票，然后
吴伯雄跟这个习近平谈论说，希望能够在中国与中华民国的两个地方互相设立办事处。难怪民间社团台湾守护民主平台举行记者会指出，已经违反两岸条例。还有什么违反呢？你在中华民国还有这个违反这个词句啊？有无？他们开自己的法院啊，为什么违反？他说什么你就没有皮条了。六级，难怪那么多的高沙族被关就是被关了。然后很多平地台商的本来是判10年变成 无罪不起诉。哇，像那个李庆安不是有曾经为了他的绿卡的问题，就本来说要还几亿台币要还给台湾人民，有没有还？有还不？当然无啊，这里他们自己的法院啊。所以是怎样台湾民政府起来，是怎样你我要起来，就是要扳平这些的不合理的。你看那么可怜啊，虽然他这边抗议也是不好。你知道阿扁为什么在第二任选第二任他的连任总统的时候，他不是说要改换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号，要改为台湾，甚至有制宪的一个趋势。结果最后他当选第二任当选了，那他有没有行他的诺言？有没有？有没有？他说什么？这个是我讲台语，我个人讲的最漂亮的台语，其他我讲的台语都不标准，干那一句吼，阿扁安那讲，我做未到，就是做未到，未当者就是未当者，安那有标准不？这个就是阿扁他这样讲出来。后来我们不知道是怎样说不当者就是不当者，我做不到就做不到，是怎样我们不清楚啊。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啊，好，那是美国不让他说，这也是一个原因。那我们的秘书长他上一次给我们解释，他说中华民国就任他们自己的总统的时候，不是有宣誓吗？我是中华民国第几任总统，要宣誓，我要效忠中华民国，我要实现中华民国的宪法。那中华民国的宪法有没有讲台湾？有无？拢无讲。中华民国的宪法包含蒙古整个中国那么大的，奇怪，这个真的是 小孩子在玩什么家家酒是吗？所以阿扁啊这边宣誓以后，他说假若他说我要把这个宪法实践在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上，那也没有讲，没说台湾人民呢，是说中华民国国民。然后最后一条就是说，假若我违背誓约，104条在等他，是什么？西楼一条，我违背中华民国就任的这个宣誓，总统宣誓的这些誓词、誓约。有违背着西楼一条，所以阿扁讲，我不当做就是不当做，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就是这样简单啊。这是他自己的
律法，所以好像蛮高兴哈。那实际上，让美国得到这个，安倍到美国访问的时候，美国就给他美国国旗，表示你还是就是我们那个奥巴马还是占领台湾。然后蔡英文不也不是到美国吗？美国也是给他中华民国的所谓的为这个流亡政府的国旗，不是哦，是美国国旗给他。所以意思是说，台湾游玩美国的底下占领中，还是美国主要的占领权。除了这些，我们看见 Chinese Taipei 这个，我想昨天秘书长有讲吗？有没有？好，我就不必讲了，因为现在都是流亡，就是流亡。你看这个很像惨，台湾的六个垦屯区很像惨，但是实际上三分之二都是我们高沙族的地方。那这些表示说，高沙族还是有力量来保护咱的土地。那这个都是我们都有这样的权利。所以从我们的秘书长从2006年10月24日控告美国，一直走到现在，也就是让我们看见今天，不要以为说我们都要继续在选举当中来让中华民国的生命延续下来，这拢是我们今天的责任。那今天你我看见说要怎么去看见这个中华民国的本来的面目。流亡政权违反战争法，说占领不得移转当地的 土地权主权，流亡政府也不能就地合法。就像今天中华民国说这台湾好像都是他的，都是他的领土。那实际上在2010年习近平到日本天皇去见天皇的时候，他说现在中国有钱了，就想要买台湾。天皇怎么回答？我们日本天皇是不会卖任何的东西。所以可见习近平已经知道台湾不是中国的。那中华民国还是说啊，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也是中国一个部分的领土。但是最近三年秘书长讲了，他已经不讲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一部分，他讲说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那核心利益就是说我们不能放弃台湾，我们可以用恐吓台湾，恐吓很多的记者，恐吓新闻媒体，所以那么多的中资啊，中国投资者财团都一直进入到台湾，这个都是因为爱国法开始进入到。所以有很多的学者在无论是台湾大学或是政治大学、东吴大学几个学者，法学学者还有他教授说真的要小心，爱国法打开以后，政府应该要好好的保住做监督的责任。安尼有干有监督吗？政府有监督吗？有比了，有看呢看呢，打伤的时候，什么都做得出来。这个就是中华民国了。难怪秘书长说，假若他们这个国防预算本来是3000多亿，再加上外交部的这个预算呢5000多亿，
这个五千多亿是明的哦，明哦，那表示还有什么暗的？哇，只有中华民国才会一样了，中国人嘛是赶快的，中国人对对方的那个中文也是赶快，明的暗的都通通来，通通要，哇，不得了啊！哇，抠人抠可怜哦。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如何去产生到我们自己的法理地位。所以我为什么来到民政府？我们今天为什么来参与台湾民政府？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除了创造也参与这样的重要的历史以外呢，我们更可以看见不能没有你，有你好家哉哦，安尼好唔好？哇，大家很辛苦了哈。虽然在这一段时间，从昨天到今天，你们真的蛮辛苦的上课。还好我们几个高沙族很会讲台语，会听台语，不像前些时候，我听到几个高沙族我底下度孤，可怜了哈。所以我不得不用大部分用中文来讲，让他们也能够听一些这样的论述。我们非常谢谢你们。虽然哦，我们看那个还我土地的，这个是1988年的时候还我土地高沙族，你看。然后我昨天看那个兰屿废河的时候，哇，他们也在边抗议，很可怜，把那个兰屿的废河料能够搬出去。10年前他们也抗议，然后2012年2月22号他们也游街抗议，说你们政府的高层，你们的要求决策是什么？卖蛋啦，你要等中华民国的决策，核能废料要搬吗？不够款，还是要等台湾民政府。任何的问题，任何处理整个的问题，还是要等到我们台湾民政府。安尼好唔好？好，多谢。请起立。